九个字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抱你家孩子下井，你要相信呐。错，做了，做了。啥做了，咱俩做了啊。跑得了和尚抱你老跳河，是跳河吗？跳，应该 是跳河。不对，我是跳河。有没有抱抱？有没有抱？没有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知道了，真吹牛。你说完啥呀？我说了不完事儿了吗？你猜就行了。我知道了，跑得了和尚，抱你老和尚，和尚和尚了，和尚和尚有和尚、啊。你这歌声真大呀，我听不着，话痨了，夸口费痨了，什么什么了？不猜词儿的吗？不打打工，咱唠上了呗。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几个字啊？九个字，九个字，现在全五个字。你喊啥呀？我着急。他问我喊啥呀？你知道你自己猜对了？我答对了。你吹牛逼的？我老牛逼了。我也猜对了。吹呗，这玩意谁不会吹？我也猜对了。吹吧。公布答案吗？你猜呀。你没猜出来，那他就犟呢。我猜对了。你拔枪眼睛说，你说我抱你老跳蚂蚁河。不对，说有动作里头，你看我里头有动作、哦、九个字里头有动作。对，动作，动作。对，再说一遍，对吧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泡完和尚泡尼姑的保镖。你看我口型啊，泡完和尚泡尼姑保镖。不对，看嘴型的不对。你辅导我给他翻译吧。地方，一个地方。对，地方哪块？完这就烧香。王建文上坟。烧香就拜佛求佛。上坟有坟，功德箱，红肠，功德箱光头里头全是罐头，罐头穿袈裟大。你公布答案吧，大哥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听出来了，跑不了，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裤洞给奶半趴下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几个字啊？九个字。八个字。八个字。八个字。我知道了。啊？我又知道了。这么好吹牛？我老弟，我又知道了。我没吹牛，我真知道。就是人家说啥，我又知道了。这是来自一个故事。吹呢？师徒四个人出去旅行取经去了。我有事儿，我这里有事儿，听。坏了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。孙悟空吧，齐天大圣孙悟空不到啊。我知道了啊，八个字是不？书童说啥我没听清。你看我说的不对吗？书童说啥我没听清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哪去了？我这不可对吗？不对，这不八个字吗？八个字多去了。八字对了，人家是说了他能不对吗？我知道我说啥呀。你对了，你又知道你对了。那我对了，你不又没镜头了吗？他告诉你他对，你对了。他跟你说他得告你，我刚才说的他都对，验证完了。评委他说他跟你说了，他跟你说了，大差不差了，大差不差，猜对了，大差不差，大差不差，大差不差，这你看明白啊？你俩，你咋那么笨呢？你也不咋接，我他妈老就尖了，我就是看明白，你就是戴眼镜了，你去戴眼镜，你看能看清。你听着了，俺俩换耳机一下吧。听着了，行不？换耳机，你肯定听着了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你他妈听着了。